好吧，我们要看演唱会的时候。 一群人走啊走啊，终于来到我们他演唱会的现场，但是呢，先跳过了。哎，张雄演唱会在这里，演唱会在这里，对吧？我打出场啊。哦，那我们就不做了。好 ，OK。 志祥，我也等你好久了。耶！
加油好吗？伤痛中走出来，然而他也成为了国际巨星 Superstar， 来自 Okinawa 的大雄。谢谢各位的赏识，很棒的演出，谢谢。